公事还是私事？私事。郑小安跟你告白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他没有疯，他是认真的。你怎么知道我说他疯？你会读脑波啊？我都认识你多久了？你在想什么？会不清楚？所以你早就知道他喜欢我？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？当事人都没有说话，我干嘛多嘴？所以你把他送来我家，也是为了帮他？是，也不是。他的确会修马桶，对吧？是没错，但我总觉得那里怪怪的。他还跟我去温泉旅馆，他还送你去医院。是他送我去医院。你不是都捡到他的发夹？那什么？我以为他去温泉旅馆是为了什么？找叔叔麻烦。你到底是把他想成一个多坏的人？但他对楚楚不友善，这点你不能否认吧？他的某些行为的确是有点难以理解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他送你去医院却不让你知道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怕你对他反感。偶然，你可以不接受他的感情，但是你不要质疑他的真心，他真的不坏。或许一直以来你都误会了郑小恩，只是你自己没有发现而已。所以，他是真的喜欢我。你说呢？